拖行我们的圈，走三分钟就会到达我们的西边。好的，调整到达。从这里，出去，要从。水看起来很浅，但还蛮快的。嗨，我撞车了，但我无法控制。搁浅了，我搁浅了。被水拖行了，是保险吗？对，我这个方向。很害怕，跳出去要用力。等一下，我很害怕，我跳了。要闭气吗？对，要闭气，下去的时候要闭气。开始要塞哦，哎，一二三。一圈一圈，哇！一个卧红。水比较少一点，平常的话，它如果水比较多，它会比较快一点。你还是超人吗？糟糕，我的快递！你怎么快？我们下去了，长蛇阵。哇！Ready, go！ 大热血！今天要上最后一段滑行。我说妈妈今天没有跌倒，很棒。拍一下。喜欢我们的频道的话，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开启你的小铃铛。